日前才刚发布的 L200 Burberry SVP 的30，虽然推出简称为 SVP 的个性化服务计划，来满足喜爱独特风格的消费族群，不过看在英国汽车杂志 Top Gear 眼里，似乎还不够狂野。因此在2017伯明翰商务车展开幕前夕，他们与 SVP 计划合作，以标准版 L200 为基础，重新打造出一款独一无二的越野改装车，并且命名为 L200 Desert Warrior， 与 L200 Burberry SVP 一起登上展览舞台。诞生于 Project Swarm 改装计划下的 L200 Desert Warrior 设计风格是以越野赛车 Playrunner 为发想，希望能够完全激发 L200 的潜力。因此外观不仅拆除前后保险杠，换上防撞钢梁与护板，以加大进入角与离去角，悬挂系统同样也经过大幅度的改造，另外还搭配可自动充气的大型越野台、远距照射 LED 灯组、车外防滚架，以及像是绞盘、天线、求生用的电动自行车等一些额外的设备。比较有趣的是 ，L200 Desert Warrior 不单是英国汽车杂志 Top Gear 用来展示的作品，同时也为英国30提供了灵感，进而透过 SVP 计划推出了第一款限量版车型，而该车型便是带有类似越野风格、限量250部的 L200 Burberry SVP。